为什么你在搞什么？为什么你可以？为什么门会开，然后你转不开？为什么你可以？为什么我可以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转了10次哎，刚刚有人不太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里是浴室。哎，你知道这件事超臭的，真的超臭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地上好滑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特别知道为什么，那真是超臭。你想讲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想问你而已。我的行李箱，我的袜子。那我可以看你行李箱吗？穿个袜子可以啊，行李箱都是衣服而已，全都是衣服。你行李箱也太空了吧？都是衣服啊，那个有穿过的衣服。那你今天都在干嘛？我今天都在床上看动画。我12点起来看到4点，然后4点2了就去会场了。你知道辣炒年糕丢在这里吗？超恶心的，整盒的，整盒的。他妈鸡巴丢在旁边。好了，他们都介绍完了，其他没点东西了。好，拜拜。耶、好，老师，你今天在干嘛？你今天都在干嘛？今天就因为昨天输了嘛，所以今天基本上就是一个休息。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房间吗？我房间就没什么，就在我的床。你刚是偷整理很久啊？没有，蛮干净的吧。你不要拍那么仔细嘛。室友，是你的室友，对，他现在很害羞。咪娜没穿裤子吗？有，我穿。咪娜就长这样，还有咪娜内裤。然后我们明天下午就要坐飞机回台湾了，没错。然后就世界赛的时候再帮我们加油吧。这样，拜拜。